朋友们，过年好！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摘点菜，准备做年夜饭了。摘点紫色的花菜炒腊肉。咦，这里有个大萝卜。来炖腊肉特别棒，挑两个香菜来做佐料，大蒜炒菜的话是必不可少的，拿两颗，再拔两颗葱，拔点包子甘蓝，再拔点紫色的包子甘蓝，拔开，各一个西兰花来炒腊肉。这里有个青菜，看这个做凉拌，凉拌榨菜。拔一个生菜来炒来吃，再挖两个大葱，好了，朋友们看，满满的收获，现在开始做年夜饭去了。